火锅少不了的沙茶酱，云林酱料厂采用台湾香菇核心香料，研发出世界第一罐素沙茶酱，成功外销北美、东南亚。坚持纯米制作的新竹百年米粉厂，第四代与农民契作，生产全国首家拥有产销履历的纯米米粉。新竹民吴建慧为了给孩子最好的营养和美味，他如何在全国校厨大赛获得铜牌的肯定？请锁定本周日的《台湾真善美》。